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梅。今天大退潮，现在有好多人出来赶海了，走，我们赶紧过去，现在跟着流水走。这里到处都是这种扇贝，好多啊。他说他们一下子就捡了这么多。前面有个废弃的地笼，过来看一下。哦，一只螃蟹。这不螃蟹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走吧。哦，一只青蟹。哇，这只青蟹还可以。啊哈，个头不错。哎，夹住了，夹住这个网，赶紧走吧。它现在蟹钳死死的夹住地笼，不肯松开。大概也有八九两，个头还可以。待会我再把这个废弃的地笼拿到岸边处理掉。这个螃蟹都不肯松开，好像我看到前面有个东西在动，游得好快哟、哦！一条鲨鱼，哇，这条鲨鱼好大条哦！哦，发财了！哇、哦，好好好，应该是很大鱼了。里面，待会又抓不了你了。这里发现了两个沙白，这个个头还可以，这个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这个地方最容易躲螃蟹了，而这里有个石头蟹，不过这只石头蟹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哦，这里藏到了一只青蟹。哦，这只青蟹死了。发臭了，可能死了好久了，不要了，翻丢在这里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以为是什么来的，这是花鳝来的。这种鳝鱼咬人的，我们看一下它牙齿很锋利的。这种鳝鱼特别喜欢躲在石头的边缘。上次我老妈也在石头这边抓到两条。这种鳝鱼咬到人的话，一般都不会松开的，只能切到头。牙齿很锋利的，呵呵呵，哇，像蛇一样。是不是有点像猛蛇啊？把它收了，放在桶里面。先把这条鳝鱼洗干净，太脏了。今天的收获还可以，收了两条鳝鱼，这里一条，还有这条花鳝，还有一只大螃蟹。今天阿梅的运气也挺好的，收了两条鳝鱼。现在潮水慢慢的上来，准备要回去了。如果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请帮忙在下方点个关注或转发出去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梅。现在是春天的潮水，台风过后带子特别多，所以赶紧下来点，走，出发喽。我这里发现了一只蓝螃蟹，看到没？我准备跑了。哦。
这季节来鸦片最多了。哇，好香哦！你看，哎，这里也有这只螃蟹。哇、哦，这只石头蟹太小，不管它。这蓝花蟹夹的，看，挺肥的。哦，是真公蟹来的，给它收了，放头里面。藏了一只红蟹，看到没？躲在岩石下面，不是很注意的话就发现不了了。鱿鱼这么凶啊，这么凶啊！你看，又逃回去了。看，这东红蟹的话挺贵的，大只。哎，这里也有只沙蟹，看到没？哇、哦，它的好贵。这里有个袋子。工作后这种袋子特别多的，这个还可以把它收了。全都是肉，上面还有水，把它收了。把它收了，这个好大，一巴掌那么大，继续吃。一般我们这边的话，台风过后很多这种袋子的。这里发现了一条大货，好大条的鱼哦！把它拔出来先，看拔不出来，可能有东西卡住在里面了。现在想办法把它弄出来。哎呦，终于拔出来了，费了好大劲啊！你看，这个是头一来的，我们这边。我看一下，哦，腮变白了，看了没？哦，已经变黑了。这种鱼的话就不能吃了，你看，可能死了好久了，卡在石缝里面了。就把它扔了，扔回大海喂鱼吧，不要你了，害得我费了那么大的劲，走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啊，这里有个袋子，这个袋子还可以，就把它收了，它把那个壳合起来了，还是新鲜的。哦，现在慢慢合上去了，看到没？里面好多沙子啊！待会回去再洗干净，先把它放桶里面，好大个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台风过后这种东西就是多。潮水这种东西不好找，你看，好多，再找再找，发财了今天，一下子就捡这么多。
皮肤了，待会我要回去把它洗干净。你看一下子就写了这么多了，继续。刚才找袋子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只兰花蟹，你看它在沙子里面，一不小心的话就很难抓到了。你看在河水里，你怎么又落在沙子里面了？这兰花蟹躲进去的话不是很深的，一般都很容易发现的。你看，哎呀，看，长的话也容易发现，不像沙蟹一样一下子就躲在里面了。不要逃了，哎呦，你看蟹钳，好长的蟹钳，好凶啊这只兰花蟹。我把它收了，放桶里面。这是今天第二只兰花蟹，刚才也抓了一只红蟹。哦，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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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嘴巴在那里喷水嘞，把它洗干净一点啊。现在把它放在桶里面，是只公蟹来的，个头还可以。一般这种兰花蟹的话，好肥的。把它收了，这有一个，哇，这有个蟹子，看见没？这个被那打上来碰到石头，可能割破了。这种的还可以吃。会张开嘴巴的，这个缝张开的，这个是合起来的，证明还没有死掉。我把它收了，放桶里面，还可以喝。再找一下，啊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好小个，它里面还有很多肉，看到没？肉肉啊！你看它是在里面，哎，也捡了好多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东西的话不能拔，你看慢慢合起来了，一拔开的话很容易死掉的。这个也被碰磕了，你看已经冲烂了。这个好大个，哦，把它收了，放桶里面。错了，这边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哈哈，我已经把肉收到里面去了。
子非常多，一堆又一堆，还抓了2只兰花蟹，一只鲤鱼。